Alan 这一年跟我一样会不小心想到他，或不小心又遇到他 的心情出现？遇到他是还没有了，不过这个笑话就是以前一开始他好像还没发片的时候，人家看到黄文生会说：“哎呀，你是柯有伦啊。”真的吗？他们两个长超像，我们群组就有 po 照片，对，他有一张就直接 po 的，两个几乎长一样。哦、OK。然后后来他超级红了，我去买凉面，然后他们说：“哎，黄文生，你最近哦那个主持节目主持得很好啊。”还是认错，一直认错，就看着我，然后叫我叫黄文生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哎，去夜店玩的时候要小心啊，对啊，不要被人家不要做一些坏事哦。”不过我们两个都很乖，也不要害到我，不要害到我。你做的事，人家会以为是我干的。我们两个真的都很乖。然后，但是我以为你们是拍电影那个时候熟的，那个电影叫做啊正头，对呀、啊，对正头打鼓的时候，正头是让我们两个真正的绑在一起啊，很长一段时间、拍一场打斗戏的时候，他还是狠狠踹了我胸口，真的，他还是真的，因为他第一次拍打戏。然后导演那个武行就说：“你等一下就踹 Alan 就对了，一定要认真踹。”他就超认真踹我胸口，全场人都听到砰一声。连导演就说：“哇，踹这么重干嘛？”然后他就买了一罐那个问功散给我，对啊，铁的问功散，那个膏药，硬功散，药膏，给他治一下。就是、真的那一个月就是靠那瓶，这样一个月啊，这么痛，这么用力啊，超用力的。哦，他真的很入戏，洪生很萧晴真的很喜欢演戏，是吗？他跟我聊过这个，他很所以他在演戏的时候，他一定很认真哦，他一定很认真。可是老实说，我觉得他什么都喜欢呢。你看他画画也很认真、啊，他做什么都很认真。因为我看黄鸿升从没有到创立 AES， 从没有然后到进入艺术圈，然后他那个展览那一次哦，就是最后一次是销售一空，是一开始不是这样的，一开始慢慢画，慢慢摸索，到后来哇。我觉得他什么事情都很喜欢吧，唱歌你他也很爱，专辑也是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呀、啊，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停不下来的，就是说他的个性很想一直要一直勇于挑战，是吗？我觉得他是一直在突破他自己，一直在突破他自己，他就觉得就我们的聊天常常会有，就人没有做不到的事情，就一定要想办法去做，你只要有那个心去做，你就一定做得到。豆哥，我很好奇你跟小鬼是怎么样开始认识熟起来的、啊、我们是因为上他的玩很大、然后那一天还有艾莎、然后还有其他女生，然后艾莎她因为他们挤不下那个露营车、所以他们工作人员就跟我讲说：“哎、豆，你要不要你跟鬼一间好不好？你把你这个让出来给艾莎他们住。”我说我当然好啊，鬼 OK 我 OK 啊。OK， 就小鬼说OK 啊。好，我说那我把我东西搬进去了。我就一搬进去，门一关，他说那我先去洗澡了。他开始脱，我说，我说你们那时候不熟吧？没有不熟，完全不熟。他就这么自在、哦，对，完全就自在到全裸。OK。然后我后来听说他常常全裸了，真的。对对对，好棒！这种交情真的是坦诚相见，南宫坦诚相见就是这样。